告诉我们的百八欢恼，其实就是人性。那相对应的，当我们要影响别人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很真心的去忏悔我过去所带来的那个业跟习气？我是不是自己要先改，我才能有办法影响其他的师长或者同学？我们曾经有一个来应征我们辅导员的应征者，他就问我说：“学生的烦恼为什么那么多？那请问烦恼从哪里来？”我说：“那上人说是从欲望来的。”那因为我们的学生，有一些是因为单亲，而他有一些需要我们去帮助的部分。那唯有我们看清楚这些事项，那我们才能真正让那个孩子从负面的思考变成正面的思考。其实同仁也一样，他认为他是来工作的，其实他不是来工作的，这是上人给我们的使命感。我们要照顾这些别人的孩子，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照顾、来爱的时候，我们的真心、真情才会真正感动学生。我记得上人谈过我们本命师要做，但因为我们是职业跟我们的志业是相结合的，所以在这一次水上当中，我们的师长同仁等于是一呼百应，这个就是心连心的一个成效。所以这个学校的前景就像今天的晴天的太阳一样，我们是非常振奋的，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水上的精神融入我们未来的愿景去呈现的。